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捡到东西的经历。虽然都提倡拾金不昧，可是这个东西若是你非常喜欢，会不会就像下面这位女孩一样爱不释手呢？而这位女孩很幸运遇到了一位懂行的老人，不过老人的一番话让她毛骨悚然，赶紧将石头扔掉了。据悉女孩经常去海边，于是就沿着沙滩散步，然而当女孩光着脚慢慢地踩在细沙上时，就被沙子中的反射出的一股蓝光所吸引。女孩捡起来发现是块非常奇怪的宝石，女孩觉得它非常漂亮，并且这块蓝色石头好像是个心形，她很喜欢。之后女孩就叫来家人与朋友，想让大家辨别一下这块石头的材质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石头呈现宝蓝色，而且形状特别像一个心形。然而女孩的几个朋友都没有见过这样一块石头，不过它的外表确实好看，形状也大气，拿在手中沉甸甸的，一定很